大家好 ，Chris 今日分享一样嘢，食用水啊有寄生虫啊，受到污染啊，英国渔村至少46人受到感染啊，关唔关你事啊？唔知道、啊，睇一睇去边度啊，就咁话俾你听啦。嗱喺讲呢单嘢之前咧，分享几个消息啦。第一个消息就系讲啊，呢个我谂好多 KOL 都有讲噶啦，就讲歌手啦，黄家驹啦，嗰、那个坟俾人毁咗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呢啲系咩人，大家都知嘅，心里有数噶啦。其实又咁讲啊，先到神系唔得嘅。我讲今日讲呢单嘢，但系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构成呢个煽动仇恨啊。但系你屌你搞人个坟，做乜鬼咧？无端端嗰人同你无怨无仇，你明唔明啊？啊，就系黄家驹个坟啦，咁啊俾人恶意破坏啦，又淋呢一个可乐啦，又整烂啦，破坏啦。咁啊条片喺 Facebook 都大家都我谂都有望过啦。嗱，如果未睇过嘅，我就摆落我描述内容嗰度啦，你有兴趣自己走上嚟睇啦。又咁讲啦，其实黄家驹同你都两个世界嘅人啦，你做乜要搞人哋啫？系啊，嗰真系做乜事要搞佢啫？嗱，虽然我唔系 Beyond 嗰啲咩歌迷，我都唔算系嘅，即系我都会听嗰啲歌，但唔算系。但我心谂，人哋都走咗啦，你做乜事要搞人哋咧？我觉得好神奇啊！因为你知噶啦，神奇嘅角度特别多神奇嘅事发生噶嘛，所以就我都唔想俾意见你啦。嗱，另一单嘢啦，呢单嘢睇下见仁见智啦，点睇啦？就讲啦，在英国读香港历史啦，从殖民地到研究现今历史啊。嗱，个标题咧，睇下边度讲啦。喺英国讲咧，呢个人冇犯法嘅，但如果喺香港讲咧，可能犯法。因为而家我哋敬爱嘅伟大嘅祖国啦，同埋香港都话香港从未被殖民过啊，系嘛？大家都知嘅呢个新闻噶，系嘛？大家都知道噶，系咪先？所以咧，你呢个主题咧，即系你喺香港讲，唔系你喺英国讲咧。就可能都 OK 嘅，但系你喺香港讲咧，佢哋唔认同噶。嗱，内文我又唔会读噶啦。嗱，讲下，讲个subject就算啦。讲今日嘅题目啦，今日嘅题目就讲话食用水有寄生虫啊。咁其实我讲开饮水啦，大家知唔知英国有分软水硬水？唔知咩叫软水硬水，唔紧要，上网 search 下。但阿 Chris 哥都同大家讲过。有啲地方嗱，我好似以前拍过一集专咧讲软硬水，我记得我拍过噶。但你要叫我喺搵翻边集出嚟，我真系唔记得啦。你见我有成900几套片，我点搵翻到出嚟啫？但嗱，如果以我嘅即系嘅资料，我知啦。格拉斯哥啦，苏格兰啦，爱丁堡啦，利物浦啦，有啲地方都系饮软水嘅。咁你嗱，你详情你真系要自己上网查一查英国软水可以供软水嘅地方。咁我亦都身边有啲客啦，我之前讲过一次，再讲一次啦。去到伦敦附近啲浮仔饮咗年几硬水之后咧，开始屙尿有滴滴仔啊，系啊，屙尿有滴滴仔啊，食咗几个月药都唔系好对路啦，跟住落嚟苏格兰而家。飲咗個零月嗰啲軟水之後咧，就冇地力仔啦。咁我佢都諗住搬過嚟蘇格蘭嗰邊啦。咁即係其實想講咩啊？你飲軟水又好，硬水都好啦。你要留意一下你嘅身體嘅狀況，飲完之後你適唔適合啦。同埋今日依單嘢都好值得講嘅。我有啲聽眾真係同我講話，佢一嚟到英國第一時間就開水龍頭就咁飲水，佢真係咁同我講噶。跟住阿 Chris 哥就嗱，我未講，我咪之前講講啦，講講食用水啦，好嘛？嗱，我就同佢講，你知唔知地底裏邊嘅啲水喉幾耐冇人揾人清過？知唔知喺underground 裏邊嗰啲水喉啊？我即係嗰啲水喉咧，即係有冇菌啊？污唔污糟啊？同埋有啲水喉会唔会穿咗啊？你唔知啊，因为地下你因为有啲好旧式嘅水喉咧，系会生锈啊嘛，地下喺个 underground 下边，你咪烂咗、穿咗，冇人会知噶嘛。咁你经过嗰啲咁嘅地方先送到屋企，唔出奇嘅，系嘛？嗰条喉几耐之前冇人换过，你又知唔知啊？系嘛？你觉得真系咁正？真系咁干净，地下你知有几多虫啊？讲真嘅，我唔系吓大家，我讲真嘅，系嘛？即系我自己咧，我从来我对嗰个听众都咁讲嘅话，地下系好污糟嘅，尤其是喺地下嘅水管啦，唔知几多年冇洗过啦。咁你就咁开个水喉洗，唔系开个水喉水就咁饮咧，我就唔会啦。嗱，我自己分享我自己啦，我英国住咗三年啦，都差唔多三年啦。我从未有试过系饮水喉水，
未試過，一啖都冇，因為我知道佢 underground 嗰啲water supply 批係好污糟嘅，又生鏽啦，又污糟啦，又機會有蟲啦，受到地下 underground 嘅嗰啲感染啦，因為我知估到，尤其是嗱香港咧，早嗰十幾年咧都隔咗成四廿年、五廿年先換地下嗰堆 underground 嗰啲水管啊，咩？即係你成日見喺馬路咧，咪有啲人圍封嗰啲陣嘅，又水務工程嘅，做啲水務工程嘅，目標就係換曬全九龍嗰啲老化咗嗰啲水管啫嘛。香港咁有錢嗰啲地方都要隔四五十年先換喎、啊。咁你講，你估下英國嗰啲水管有冇換過啊？你有冇見過人封封嗰一個陣寫住水務署啊？我谂你未见过咯，我谂都亦都唔会有人见过咯。咁我真系可以话俾你听，佢啲水管几耐啊？唔知喎，过百年关，我估噶咋？我都唔系做水务局噶嘛，我唔知啊嘛。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，佢啲水管好多都可能会烂咗、穿咗，受到underground 嗰啲嗰啲泥土啊，可能有虫感染亦都唔奇嘅。所以你唔好咁老定，觉得喂。我嚟到英國，跟啲鬼老外咁一般見識，佢哋真係咁樣諗啊，覺得地下啲水乾淨，直接飲㗎啦。咁講啦，你中意做嘅你咪做咯，我從來都唔會阻任何人做佢自己認為啱嘅嘢嘅。即係好似今日個難民咁，點解我講咁多廢話啫？其實我今日依樣嘢，我啱啱嗰個説話，我有個聽眾嚟咗英國，我諗半年到啦，我半年前都咁同佢講㗎啦，係啊。咁我自己啲劇集我又冇同大家講過，叫你哋唔好飲英國嗰啲水龍頭水，我就唔記得啦，我真唔記得有冇同大家講。但係你問我，我就第一時間我好老實咁講，絕對唔會咁樣做呢樣嘢，係啦。嗱，內文想講乜嘢呢？由於供水系統老化，咁佢都話老化，但佢唔敢寫老化幾耐喎。英國民眾面臨啊用水受到污染危機啦。英國西南部一個漁村傳出因為水中寄生蟲導致46人受感染啦。佢個標內文都講咗係老化，即係Chris哥講中咗啦。嗰啲 underground 嗰啲水管啊，可能因為老化而受到破壞啊、穿窿啊，感染咗喺地下，即係嗰啲蟲啊，走咗入去嗰啲水管度啦。啊，所以你真係唔好咁老定啊。嗱，跟住就喺一個咩？德文郡啊，同埋一个布里克琴姆地区啦，有16000户嘅居民啦，饮到呢啲咁嘅寄生虫嘅水，受污染嘅水啦。嗱，英国卫生局表示啦，这里水含有呢个引孢子虫啊，这种虫会导致到辐射啦。目前至少有46人确诊啊，另外啊有100多名啊。人啦、啊，有类似症状啦、啊，当局啊警告居民必须煮嗰啲水才食用啊！嗱，依个道理咧就等同于咧未有之前个病毒之前咧，你戴口罩咧都攞我话你黐线嘅，系啊，佢你有病都咩啊？冇病戴口罩都话你黐线啊！唔好话有病戴口罩啊！咁佢哋真系冇啲咁嘅知识噶、啊，佢哋真系山水照饮噶、啊。啊！而家先叫你煮熟啲水嚟飲啊！我咪黐咗線咧。嗱，跟住此外啦，英國西南部啦，水公司啦，執行有條友講啦，出面道歉啦，表示技術人員正在全天候找出問題啊！嗱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好難找出問題。點解好難找出問題呢？嗱，如果喺香港咧，你要揾個 session wallow， 即係我哋叫中途制啊，水務嗰啲叫中途制。睇下嗰啲 session wallow 生個 session wallow 都睇下佢水壓有冇跌，如果水壓跌咗咧，先知邊度有漏嘅。但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佢依啲水管可能都過百年噶啦，好多都有漏嘅。你要揾啊，我都唔知點揾喎。你要去換啊，去點換啊？去邊有錢換啊？講真噶，所以我可以話俾你，就算揾到有問題都好，你都咁揾唔到邊段係嗰段因為洩漏。而嗰笪地方受到污染，啲蟲走入去啊！即系阿 Chris 哥想讲咩？可能佢揾到100笪地方系有漏嘅，有穿窿啲喉，有穿窿，有渗漏问题，可能有。但系佢都唔知道究竟嗰100笪地方边一笪真系受到感染啊，有蟲走入去噶嘛？你信唔信佢换晒100笪地方，即系嗰100个
路基場嗰啲地方嗰啲水喉啊，我一定唔信啦。講真，我一定唔信啊。所以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你都係真係煲水飲啊。嗱，發言人都吹啦，表示啦，這次受到污染是因為管道咧嘅空氣損壞，唔係咁咩氣閥損壞而引起啦。嚇咁嚴重，跟住啊，該管道靠穿過靠水庫嘅乳牛牧場啦，而且次也突顯其供水系統老化啊！人就話：哦，即係佢都，我諗佢都大概知道邊段嘅啦，但係佢大概知道邊段啦。咁因為牧場我污糟噶嘛，有菌噶嘛，啲大便有菌噶嘛，咁啊，即係我諗佢都知係邊嚟啦。嗱，目前咧英國西南來自呢個西南。嘅食水公司啊，緊急在三個地點提供免費嘅裝水啦。並且每户提供$145啊，咁啊著補償啊。嗱，依度停一停喎，大家知唔知咧？去 Costco 買水咧係好平噶。咁因為我要講呢單嘢咧，其實咧，如果你住喺嗰啲叫咩啊硬水嘅地方咧，我覺得咧，如果我係住喺硬水嘅地方啊，即係英格蘭嗰啲地方，我意思咧，我會買水嘅。即係我屋企啊，飲水啊，我會買水嘅，係啊，講真㗎，即係依個題外話嚟㗎咋。咁啊嗱，依個東安格里亞大學啦，唔知咩大學嚟啊，又喺度吹啦，由潛伏期到未來幾天啦、幾週啦，可能會有更多人被感染啦。跟住啊，該區啊保守黨議員啦，有度表示啦，居民可能透過再煮一煮啲水會好啲啦。他表示啊，他對自來水的公司對疫情反應慢半拍感到擔憂啦，記唔記得啊？依度咧，你戴口罩俾人打，你就話你黐線啫嘛，並發誓啊要追究責任啊！據依個當局稱啦，隱性包子咧爆發並不是西南來自水公司一次發生噶啦，環境局都吹啦，咁啊依一個地方啦，依個普利茅斯啊。的地方咧指控咧西南來自水公司咧，2015年啦，去到2021年間啊，犯咗30個非法排水啊，或違反咗環境許可嘅罪人啊。哇嗱，成單講完啦。嗱，我自己同都同佢講啦，英國食水真係好污糟嘅。大家真係因為無論喺地下或者上到樓，即係露光唔露光啊，我講。below ground under ground 啊，我啲水喉都好多都老化咗噶啦，你根本唔知边度穿咗噶，同埋边度系啲菌走入去噶。我你问我咧，我自己咧真系一定系煲水饮噶啦。我喺英国咁耐都系煲咁耐，虽然电费系贵，即系你可能觉得煲水嘥电啦，但我话俾你听，最紧要安全。系啊，我讲真噶，我最紧要安全。我況且我蘇格蘭啲水飲軟水啊，我都有個濾嘴噶，買個最簡單嗰啲3-4磅嗰啲咧，即係嗰啲有啲類似過濾嗰個水龍頭嗰啲雜質嗰啲咁嘅嘢啦，幾磅嘅就嗰啲好簡單嘅啫，吸喺個水龍頭嗰度嘅啫，即係我幾個保障嘅，第一我會煲水啦，第二我會買個渣渣地嘅濾嘴啦，加格啦，係啦。即係會3-4個月換個新嘅濾嘴啦，即係咁樣會好啲咯，乾淨啲咯，係啦。嗱，今日講咗咁多先啦，多謝大家留言、俾讚、分享，拜拜。